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宇。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二十一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天秤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紫色。坚持自己的理念，在细节上多着力。今天你杰出的表现，让你和同事之间的距离更加进一步，你们的关系更密切喽。第二名金牛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橙色。家人可以帮你出谋划策，成为你的坚强后盾，让你对自己做的事情呢更有信心，帮助你把握当前的机会哦。第三名牡羊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红色。单身的你要大胆的去打破你的交友圈，去参加你有兴趣的社团，跟聊得来的人多聊聊，能为你带来好桃花哦。有另一半的你呢，在生活上多包容对方，你们的关系就会更开心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。第一名摩羯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黑色。今天你认为十拿九稳的赚钱的机会，可能会因为你不懂得协调变通而泡汤。在沟通的时候呢，你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。第二名狮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绿色。事情多，问题多，沟通不良，工作就会让人觉得不顺利。今天你只要在说话的时候表现得更圆融一点，就会有一整天的好心情哦。第三名水瓶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棕色。你对另一半如果有什么不满呢，还是要开诚布公地说出来，才有机会做调整。单身的你如果抱有宁缺毋滥的心态呢，你就不要太心急咯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平常就要经营自己喜欢的人事物，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哦。